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of the wild.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那么，有关的拉达克，或者是西藏的战争，然后会认同哪一方面？其实你很难讲，因为西藏现在是被中国占领，拉达克被印度占领，没有一个是西藏自己的地方。如果从最传统的角度来讲，拉达克的国王是西藏占卜，就是从公元七世纪开始，我们从历史记载以来的西藏的国王松赞干布啊，或者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后裔后来，在拉达克建立了他们的政权国家。这国家一直到1870几年才被锡克人的一个锡克王国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军阀给占领，所以才变成是印度的一部分。所以它变成印度一部分大概是1839或者是40年左右吧，就是第八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在那之前它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仅是独立国家，而且这个国王是源自于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分裂的西藏的占卜松赞干布的后裔。所以说如果说到西藏的国王的最正统的或者那些的话，其实拉达克才是最正统的西藏的王统。而且拉达克在印度的法律的保护下，它变成是在境外，当然不算，除了不丹以外，拉达克就是西藏的宗教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而且也是如果西藏一直在现在这样处境下长期存续下去的话，西藏的宗教文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的时候，拉达克反而变成了西藏宗教文化复兴的这样一个依托之地，你可以说基地或者依托之地。所以未来可能如果西藏的宗教文化继续遭到中国的这样现在这样的摧残消灭的话，西藏的宗教文化，当人们后来想要了解西藏宗教文化，可能只好到不丹或者到拉达克来。而拉达克现在为止他对藏传佛教和那些的维护都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不存在一个认同谁或者没有，因为西藏也不在你身，拉达克也不在这里。而两个，一个是西藏地方比较大，拉达克是他在法统或政治的层面或者从民族国家领导的层面来讲，拉达克的国王才是最正统的西藏的国王，而且是从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他就是我们的国王，延续到现在。所以说他其实在西藏人的心目里面，拉达克的正统地位也是很强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他因为拉达克是西藏宗教文化未来复兴，因为印度的法律不会限制你的宗教文化的发展，而中国的法律不仅限制，而且中国政府在竭尽所能的去打压和想要消灭西藏宗教文化的时候，如果中国政府成功了，拉达克就是未来唯一的西藏。所以说不一定你要去认同哪一个西藏，因为拉达克在周边的国家或者地区都称为大西藏，还有一个小西藏，指的是现在属于巴基斯坦的有个叫巴尔提斯坦。巴尔提斯坦他讲藏语，但他是穆斯林，因为宗教信仰不一样，所以他我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虽然他的历史上是西藏人，但是他现在已经很难把他归到西藏，但是拉达克显然是比西藏人还要西藏。所以他这里面你即使从拉达克的角度来讲，不希望拉达克被中共统治，哪怕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西藏人都有理由去为拉达克作战，更何况印度政府对拉达克的恩重如山，对西藏人是恩重如山。另外一个是未来如果西藏独立来这些地方会不会这样，这个应该是很遥远的，因为达赖喇嘛也不寻求西藏独立，而且西藏如果自己不能得到独立，如果有一个拉达克这样的一个土地在印度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下存在的话，也算是一个，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不是自己选择了，但是它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西藏宗教可以在西藏发扬光大。如果它遭到了一些摧毁，因为中国政府一直都是虎视眈眈，的时候，拉达克它就是一个保存的地方，当然不丹也是。所以说保存西藏的宗教文化以及这个民族的特性等等的时候，有时候你绝对是靠不到中国嘛，但是拉达克很可能考得上，大概是这样。